那在 NLP 或者是催眠的领域里面，我常会讲一个状态叫做 conscious state，COACHING， 啊 state 状态。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文字上面有那个五个大写的字母，它分别代表我的状态。一个 C 代表身体，代表回到我身上的感受，中心点。那 O 代表敞开，我们呼吸的时候是事实上胸腔就是打开，所以敞开练习时我每天能做得到。A 是觉察。而觉察需要一点点小小练习，让我们感觉到身上的感觉。另外 ，C 是 connection， 就是让我们可以跟我们的部位去发现到它在哪边，产生一个连接感。那最后 H 是 holding， 维持住我们的状态。那一般来讲的话，那个 Q 对它需要带一个比较大的舞蹈。那我现在带一个比较简单的简短的，让大家可以去好好操作一套。那我想邀请各位伙伴，就是。如果你坐着或站着都可以，我想邀请你先注意到你的脚的大指头，你的脚的东西。对，你不用去低头看它，只是感觉一下。我相信你的脚，如果在正常的、一般的状态下，你的脚应该不会变硬，所以你不需要用你的脚去确认你的脚拇指在动。先感觉一下你的脚拇指，也许抓一抓地板，感觉一下脚拇指跟地板接触的感觉。有点有趣。当你发现到你的脚拇指可以跟地板好的接触的时候，那是一个怎样的感觉？你最开始的时候，也许会觉得有一点小小的焦躁。当你发现到你的脚拇指可以跟地板去做接触的时候，那感觉好像有点奇妙，对不对？好像那种感觉，你身上的注意力回到，你把注意力回到自己身上来。如果有的话，非常好。我想邀请各位伙伴。我们再把注意力放在你的头，对，感觉你的注意力如何到头？太棒！那现在我邀请你做另外一件事情，请将注意力从头顶再慢移回你的脚趾，再从你的脚趾移回你的头顶。这过程好像是一个扫。让人感觉到你全身上下一些感觉，都在你的扫描之中，慢慢的欣赏，太棒了。而现在我才知道你是坐着，或者站着，或者躺着。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坐着，我想邀请你感觉一下你的体重是怎么样放在上面。那体重不断的向下，承载在椅子上面，顺着椅子的支撑到达地面。这是一个安全、安定的感觉。现在我邀请你最深吸气，把注意力顺便放在你头顶，好像顺着你头顶的注意力在往上延伸。他们感觉你的脊椎一节一节的会被拉开，感受一下。是，那我蛮好奇一件事情的，当你发现你的体重可以向下很自然的放到你上面去，而你的注意力可以很自然的向上放到往上面拉伸的一个无限远的地方，现在你的状态是一个怎样的状态？是不是比刚才或更早之前更加安定、更加稳定一些？而且你的呼吸似乎也慢慢的变得更平顺一些，对。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个很基本的一个状态，想先带给各位，这就是我们的 conscious state。那在中文来说，我们也许会叫也许我们叫它中正状态，有些叫它回到中心点，不管我们叫它什么。那就是一个让我们可以维持我们身体脊椎可以正直，心胸可以敞开，内在对内对外都可以觉察，同时会觉察到我们内在的连接、外在的所有一切。这是一个非常棒的状态。如果你可以在工作的时候，或者是阅读的时候、与人沟通的时候，在这样状态下进行，那我们蛮相信一件事，一定不会失败。对，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就是 coaching state 比较快速的方法。
来进行。